开国一党，真的。郑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秀柱接待英国大使，不用英文，照样搞定外交，和英国大使互送礼品。因为国际关心台湾选情，赶在回英国之前，大使胡克定说什么也要和柱柱姐见上一面。闭门会谈，关键就在未来政局变化。他应该会一定会出现，那成为国民党的这个提名人。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全力冲刺，尤其是在选前的话。 这个就是说，那个出访，是我们在评估的项目之一。洪志英改口说选前有机会访美，加上中南部浮选权力加温，民进党继续全台走透透行程。小英摘火龙果挺在地农业，但农民却不给好脸色。公如果蔡英文当选的时候，大家会变有可能给冻掉去，所以才哦，高雄大家都心里在土嘞，沉嘞，土嘞，沉嘞。我们就维持现状。 维持外部关系也稳定，老调重弹却安不了人心。小英的两岸政策看似获得老美同意，但人民的心却还悬在半空。朱柱姐提一中同表和两岸和平协定，要大陆正式中华民国，可能将对小英弱点形成压力。记者台北、台东综合报道。